最喜欢的一句部分，也是和也是我自己唱的部分，就是中间桥段的。花在此地落，月在此时圆，云去清风来，抬头月共寒。花在此地落，月在此时圆，云去清风来，抬头月共寒。教室白眉的浓妆，惹人垂怜的模样，容颜岁月有多长，谁说女儿不如男，封建迷信的信仰，别信那一套。前路照亮我的单车，转动着要去的地方，是个随梦的方向。迷信手是做成双，不是图耳朵，是特别心里的愿望，要向全世界宣告，青春绽放。我们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香榭的落叶，我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3号，星座巨蟹。觉得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最好看？觉得都差不多吧。请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。猫。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是的，对的。最害怕什么东西？狗。最喜欢的一样食物？面包。早茶最喜欢点什么？我不怎么吃早茶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？狗剩。最喜爱的一位明星？炎亚纶。网购党还是逛街党？网购。炸鸡党还是烤鸡党？都不吃。最不能容忍什么样的人？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流落荒岛只能带一样东西，会选什么？我会选择带笔。夏天 WiFi 空调西瓜只能选一样。空调。冬天吃火锅还是串串？我都不吃。女团里起的最早的是谁？不知道。吃的最多的是谁？大家吃的都挺多的吧。就会照顾人的是谁？鱼酱。谁最爱撒娇？谁最遭蚊子？我和大姚。爆料一个成员怪癖。Debbie， 他是一个可以看同样的电视剧或者是综艺的话，都可以无数次的做出同样的反应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能一直在重启。今年发的歌里面最喜欢哪一首？寄明月。请用3个关键词总结2017。自我改变，目标。今年最尴尬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在一次表演的时候把扇子给丢了出去。今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找到了新的目标。立一个2018年的 flag。希望能找到最原本的那个自己，然后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最想对粉丝说的一句话？谢谢充电宝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还有加油，也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，你们都可以一直陪着我，不管是以
粉丝的身份呀，还是说我们可以以家人朋友的身份？圣诞节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嗨？当然是出去嗨了。收到过印象最深的礼物是什么？信吧，而且我也比较喜欢收到大家写的信。透露一些圣诞公演的看点吧。其实看点有挺多的，和之前我们那个两周年的公演也很不一样。这一次有很多就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成员表演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跟时下热点结合的一些节目。摆一个自己觉得最美的 pose。最后用一句话让大家来看公演吧。你如果不来看公演的话，小心我打你。虽然灯光朦胧。